别手哦，手迄就是拢套一个迄个袂当手，伊袂当吊胶啦，拢袂当创啥，倒手只手拢共款吼。伊用手机啊在互伊看，在家己听吼，惊伊个，啊在家己做福建的道理啊。啊，毋知原底吼做头家娘连衫，拢人家细分人家厝嘞，逐项都拢用平平。讲伊干那迄两日啊，抓阮姐夫的手机，拢手拢发凉啊。但是这嘛无法度代志啊，听起来足伤心的。伊暗时，伊起伊妹等伊来人，边讲遐大，伊拢伫农村边啊。改过，伊讲咱听，我听得心内酸酸啊！伊讲，市场里底啊，你本来吼，你本来多只东西，我感觉讲人啊，拄着安尼的时阵哦，这就是一段看哦，病房的时阵，一段看病房的时阵，这就是普通病房，咱有看到咧头壳凹一块，迄就是头壳弯，头壳弯。迄画手机啊，搁较灵，迄就是头壳弯，还袂装入面，吼，还袂装入面。结果呢，六月十七号，三个月过五天，三个月过五天，就会去咱新源山参班啊，吼，这是新源山的第二楼遐，菩提心会班。我感觉讲不可思议，虽然。咱来讲问着医疗团队，但是人咧讲啊，阿个神，阿个灵，业障若无消，业若无退，有时啊，医生佫较老，信心难求无命体呢。真正，而且重点就讲，咧回天的条件第一极限，门当甲无上一高啊，真正无用就爱去，早就起来甲办妥当啊。第一戒律吼，为兄弟姊妹唔敢来进入道场修，用惊着讲，哎呦，戒律是咪爱食菜？哎呦，咱唔免惊哈，茫讲着食菜心着惊。这个戒律其实就是咧保护咱。咱想，伊几当前，咱若交通规则，几当前叫咱戴安全帽，啊，伊就是分道啦。啊，本来咧头发吹咧刘海水水啊。迄个爱钱嘛是滴个好话呢，从啊六月啦，所以拢袂爱滴爱钱嘛到钱，吼、嗯哦。但是呢，滴爱钱嘛为着啥？为着咱的安全性命啦。所以真多带了习惯的人啊，咧安全都滴惯习，伊嘛习惯习啊到钱。吼、嗯哦，要出门呢，即个菜市啊，近近啊嘛爱滴啊，就是惯习。你搁进入越南，早起因脚踏车进，哦，拜拜。因进嘛，拢戴安全帽啊。所以讲，你这个当中修行，若无修改，唔是叫做修行。尤其你现出世，现出世啊，疾病多，干扰多，引诱多，诱惑多。若无改，离咱合理不离，离咱伫这个疾病上，有时啊难保呢。人咧讲诶，我搁会去呢。早起的时候，有一个少年人讲，甲咱的前辈讲，我去赚到钱，赚到济，来设大金堂来度化众生。想要到讲伊要讲钱，赚到济的时阵呢，气喘无当来，有安尼无？有这经验的，啊，咱想阿哥讲这个概率，想来游泳的人，那游泳当中开始要滴。要学游泳，是安怎用游泳圈？后面沉落去啊！啊，用迄个游泳圈，敢毋是真麻烦呢？啊，还要有人挂，啊，手嘛爱挂迄个游泳圈，简单讲来就是要保护伊啊！哦，啊，咱想很多，有想迄个概念，伊是概念想哪严的啦？伊的激情，伊的火候，伊的原理，一定结构啦。阿含经就讲，阿含经来讲，放逸为死境，放逸为死境。修行哦，成就有精进不咯，无害台不咯，就无垃圾不。修行伫这个当中，行住坐卧的规范，啊，这个概念是咱，伫咱这个饮食
伫咱这日常生活，咱想儒家讲礼节，佛家戒规，其实每一个宗教，其实伊拢有戒律，是以言相符，以相符相成。啊，咱想若无修改，人要安怎成就？物件要好，咱拢爱好吼，品质管控越严越好。因为品质若管控较严的，伊的瑕疵品、伊的歹的物件，就简单讲会较少。因此，伫这个当中啊，我拢感受咧，哪一家长，迄个去银行嘛，哪严是嘛，哪会去趁？哦，姊妹，你嘛想尽办法，管所想办法，讲要去你较严的校，嘿，这大家拢知影。但是修行若较严肃，其实伊真正要成就来上紧的啊。该哪严紧，其实伊哪会当成就啊？所以呢，这是师尊老大讲，邪入管七德啊，有影邪。咱那蛇就是安尼走嘛，啊，即摆嘛落落迄个缸啊内面，伊有滴嘛，伊无滴嘛爱滴啦。简单讲的，有影的姊妹哦，伊原底食薰，咱高雄老爸叫做拄着一个兄弟姊妹，伊本来来到起厝去咱老爸叫，啊，拢食薰食酒嘛，啊，逐天拢甲咱浅显做伙哦。拢甲咱浅显做伙，到尾啊，迄支云公啊，我敲掉。啊，到尾啊，云公敲掉讲，安尼，过来就得，啊，过来去到尾拄啊，完成就好，不如完成就好。就是讲，会当进入这个环境，啊，环境的培养，环境的这个教育，咱们看这个景吼，对咱来讲无啥，其实。无形中要予咱做一种改变，做一种提升。啊，命运就是安尼改的，吼、哦。啊，当然改变的过程是痛苦的，啊，无改变以后吃苦不断啊。有影咱想，若要改变，比如啊，吼、哦，比如讲啊，本来十点起床的人，透早叫伊四五点就起床，伊会惯势袂？但是为做生意，比如讲吼，迄个透早早起的，因为两点咱高雄大社的，讲两点就去做生意的所在咧做生意啊呢，两点咱逐个咧，咱困到迷迷，敢毋是？对对对。啊，有啥人伊要来做？伊毋知知啊，这看有啊，这个是看得到的，所以认命嘛，就命。但是至于讲概率。咱嘛拄着兄弟姊妹讲安尼讲啊，伊讲吼，甲恁食素食是咱足好啦。但是吼，我若甲客户煮食的时阵吼，啊，逐个拢咧食肉，啊，我看着安尼吼，真正像个水肉就要流出来呢。毋过若了解道理吼，会惊呢。迄是还袂了解，啊，但是伊嘛足坦白啦。伊嘛出坦白来表态伊的心态，所以讲这个概率是因为咱还阁未，还阁无法度通啊安尼，要来提醒家己，叫醒家己，亲像七金丝缎的这个空中存经营啊，因为为着要提醒家己哦，伊从我头前挂一个牌啊，伊讲若贪人的钱财哦，贪人的钱财讲手脚软。啊！若贪人的口舌，讲嘴生疮，伊挂一个牌仔，挂迄个牌仔，要提醒家己，啊，要予别人看。像咱比如讲吼，我发啥物话讲话吼，我有讲话啊，我无照安尼做袂使啊。简单讲啊，这个概率，毋是要想予别人看，其实要做这个因缘，要来成就家己，亲像贪苦安尼，甲咱为的袂予咱去做歹，去做罪。无容易嘞，予我感受着讲无容易啦吼。所以要克制一切欲念杂想，回家无得来。咱甲看是安怎讲需要解，予我当一下窗啊吼。
互咱看。咱有时啊，咱本来即桶水哦，即桶供的水是甜甜的啦，但是迄桶有一桶无，哎，咱老的渣，老的渣嘛吼，哎，对迄个眼、对目睭、对耳啊、对嘴、对鼻啊，对咱的想法直直直老呢。啊，即届咱就是要保护咱，把这卡起来，啊，无就下那做，啊，下那老头前咧做。做寡老寡，拄仔无采工，啊！迄人若讲吼，下篮啊换水呢，啊丢丢空。咱即就是讲，希望做诶，多闲工啊兼做业，啊恁才会存，多趁钱养大贵，啊毋才会存，毋才会存钱。收学费嘛是同款诶，即个概念就是要防止咱做业诶啊。因为要让咱圆满，本来无应该想的，无应该做的，吼、哦，该落来哦，咱照这个，照着真理的脚步来行，叫做护心真好。所以要当上师哦，伊一个呢，伊一个百丈清规在咧讲，一日不足，一日不食，当你家家己呢，该要是家己自我要求的，别人无法当人家要求。啊，别人甲你要求嘛，要求袂久啦，吼、哦，嘛要求袂久。伊讲，我若无做，啊，就无爱吃啦。啊，结果呢，今年百丈禅师已经伫遐做主持啊，已经是方丈的主持啊。所以呢，啊，年岁也济啊，伊的弟子拢无人要互做工课。啊，较早的流时是安怎？爱去像咱做鞋的，爱去做工课，建材、建造嘞。啊，叫伊卖做，但是伊照常去做，因个地主拄仔把伊个猪头甲公鸡藏起来，哦，安尼你就袂当做啊吼。但是呢，伊拄仔袂当做，讲安尼我无做，我就卖食。遐个地主佫乖乖把猪头公鸡摕出来，吼、哦，安尼，咱想就是讲，家己家己自我个要求真严谨，因咱今仔日修学道，咱就是要好心发起。要好我现在的脚步，互我感觉有一个问题啊吼，互我道理安尼慢慢研究，互我有感觉一个问题，卖神经讲咱这颠倒错乱，咱众生卖颠倒啦，互我有感觉，众生人足爱，佛菩萨因无爱，佛菩萨因足直接的支持的众生，却来无爱，互我比如话来讲，释迦牟尼佛伊一个太子。伊甲英华富贵讲他下调，啊孔夫子讲富贵如浮云，啊众生呢，众生哦得得袂着，咱家来看钱，若要选钱，咱就知影。咱伫台下底，咱无讲正义，但是咱家看，大家就是面面清清，咱大家都希望明家己，安尼众生甲富菩萨的差别，你家咱就会知影。所以咱就是讲。天地合理，要延续啦。这是应用大人讲，逆缩为善，顺缩为贵。应用大人就讲到这边了。逆缩意思讲甲世俗无相像的，啊，咱想人世甲咱袂当安尼看。哦，西拢住伫个山顶，啊，这伫个溪坎遐山谷。伫个溪坎山谷叫做俗，哦，我感觉讲，这真啊，迄个创意的生活因哦，真正够厉害啦，真正有影。迄个山拢伫山顶，其实迄个意思就讲，因的朋友拢是真清高的，啊，若伫个山谷甲世俗分离，就是俗啦。真诶，盖伊其实无非就是要，互咱这个外行的心做一个心俗。所以咱诶学习心中有清，咱研究道理吼，毋是咧捌足济，啊然后即个道理诶树吼，真理诶树去让别人做了，啊是要把即个树来让家己，要安怎做会好势呢？天为风云，风云诶月起圆缘啊，简单讲诶，就是咧互家己呢，家己诶行存自我有度啦。所以学习口中有道，言语丰富的上厉害起啦。咱想有些个讲法，
这小的医师呢，用这个图画看得真好，要来医治兄弟姊妹有病。伊讲哦，讲话蛮大气啊，但你无小心气气着吧，气插着别人哦，家己当时也毁灭家己。迄棚仔哦，伊若甲你顶一个，咱疼一个啊，种起来哦，伊毋爱死呢，是袂歹。我感觉足有意思呢。迄棚仔要定啊，啊咱人哦，咱人讲话去气伤咱啊。看咱娘，其实咱另外一个角度叫做顺化在伊个宫殿呢。哦，因处于这个当中呢，介入其实呢，特别让咱修养、修习养性个时阵，要断一切悲怨。简单讲个，咱有遮贪嗔痴无好，这特因这个介入，要互咱调整个，显出尊贵个庄严，无偏离正道，大家有境地啊。是要让咱专心诚意，欲速有形，解脱无形，当供养。有影，其实呢，若是学道修到到尾啊，修到到尾啊，其实那是因为头仔感觉安尼，到尾啊的时阵呢，其实就袂感觉讲解脱是解脱啦，因为那是从咱开始感觉有一点仔严肃，但是自然而然，你若习惯啦，就像咱讲。你遵交通规则，交通规则对咱来讲嘛无啥物，敢毋是？啊，咱若讲实实在在，咱拢实习，啊，着遵照规法的规矩来咧做，安尼嘛无啥物叫做解脱啦。哦，啊，感受是安尼啊。所以对克服、对克服、幸福，才会当得好。我感受的真正是讲吼，对自我啊外口的他人，真正。安尼来自我要求、自我鞭策，到尾才会当庄严家己呢？对管理家己、庄严家己、管理家己，吼、哦，修行道一定爱有这个过程啊！不菩萨无一个无经，经由戒律来修持，伫儒家叫做内戒，吼、哦，因来代名讲内戒力啊，就是要调伏家己啊，吼、哦，调伏家己。再来呢，哦，心念啊，咱画这个条件，这个心念，一切归心做。咱人哦，敢若亲像电脑安尼，你甲做，你甲输入，你甲起啥物落，伊就会显出啥物呢？好啊，来举一个典故，这是俗气的典故，一个医学系医生啊，啊，伊咧研究人。就是讲，咱人啊，胃空去，啊，伊个尸体了，伊个骨头，啊，一人头，啊，伊就用伊个袋仔抬这个人头，啊，去坐火车，去坐公车，啊，坐伊边仔人吼，拢无感觉哦，因为用包包抬个嘛，啊，抬个坐伊遐，就抬到伊个头前，啊，伊转到厝内，伊就把这个人头放在伊个书桌个头前，搁甲放个。按表妹来啊，这心念怎有够厉害呢？因表妹来就看到这个人头，讲：“哎呦，太一古锥啦！哦，眼睛放了大哥，鼻子塌塌两个吼，啊这边，伊就安尼在遐耍，安尼动作这是玩具，安尼一古锥啦！啊，这个医行家，这个表姐就对了，来讲吼，我们要对老师尊敬，吼、哦，这老师伊的这个肉体可能。”互咱研究，伊敢若讲，咱爱对这个肉体吼会恭敬。啊，这个妹妹啊吼，这个表妹听着讲这个，这是真正人的头壳尔吼。伊起来怎啊？安尼怎像？阮怎弹出去？安尼想，头拄仔伊咪足欢喜吗？头拄仔伊咪足欢喜吗？伊敢听着讲迄是真正人的咧？咱拢有听过迄上师讲的吼，三暝暗暗咧吹打啊，伫水边扑来才阁清凉的吼，吹打安尼连续扑三嘴来食。明仔啊，天光阁看到遐有死狗啊、死猪啊、啊虫子啊，就三暝就是入去困在食，开始不倒怎分家来？安尼无？其实咱修行道，真正老师够厉害。所以咱爱多看老师的话，有一本叫做《万事如意，万事如意》。
好，你事就是事业的事啊，吼，礼拜输入礼拜起入一样，伊来面讲来讲，咱心呐，呐偏移话题哦，善意嘛变恶意，实在改变，实在好的，听着嘛刺耳呢，会安尼袂？免讲别人，有时啊亲姊妹嘛咧卖物价的时候，都有咱拢有甲讲的，所以一切唯心则啊。咱的心会当爱的心是覆盖，咱的心会当像佛菩萨安尼。其实咱坐列车到的前线，相信咱拢有度过啦。其实度人就是佛菩萨讲话，咱卖讲好话，甚至咱像这佛堂起到这庄严，咱随前人一定有出钱出力的，一定有万角钱。欠伊啦吼，甲出声就是话拢吼，真正讲大家安尼努力打拼，咱想起拢不菩萨的境界。但是哦，我还要再讲，但是哦，咱嘛可能有时啊变罗刹呢。迄人囡仔考试啊，考试都黑开，看拢红的，哦，头拄啊笑嘻嘻，嘴嘛上的，哦。面煞变起来，哎呦，还是讲听到一寡无合家己的，咱的心随转呢。所以，啥物心念感召，啥物因缘，心地咱若种啥物种子，就发啥物。所以，咱前世你就放出一个影片，就是讲日本江本胜博士，伊甲迄个水讲，敢若迄水你甲讲哦，我爱你。不管是讲英文，不管是讲日语，不管是讲迄个其他语言，拢无同款语言。敢若迄个地皮啊，即个皮啊哦，较大迄个好诶，迄个文字尔，甚至较大姓名、字姓，大好尔。迄个水的结晶着足水哦。互我搁较震撼来看，讲甲写妈妈。的味道，妈妈煮菜的味道，讲迄结晶啊，足水个。那你拢经过学者百万做个研究呢？啊，咱家己来想，迄水呢？水若要讲起来，讲伊袂破坏呢，吼，伊袂安怎？倒我倒啊，咱身躯哦，咱身躯70%拢水分呢。安尼，咱的身躯。会展现啥物？吼、哦，会展现啥物？人啊，心啊变。你搁想想，像这个空中存真人，当当是宿命来讲啊。你这吼、哦，用爪思考，用爪思考呐，以宿命来讲，就是去食命，就是注定爱过世。伊这宿命来讲安尼尔吼。开始这个心魔吼，迄个假意，所以讲啊，我应该咧想，我安尼迄个修魔，我会无死魔。啊，若安尼我会无死，就免等较久，我着准备好无死。千方百计着想要无死，但是人的心念比侪吼，一个太白清粉挂一个，这个采药的老人，甲伊点化呢，伊甲安尼点化。你敢捌听过讲新生的饿死？敢捌听过？有捌吗？哦，所以伊虽然茅塞顿开，伊马上确认，顿悟讲死啊！哦，新生哪有迄落会饿死的？所以一个心一变，伊甲伊讲啊，相思相算命会相得面相，会当算得心相。所以咱来看，咱来去相命，伊相过去拢足准的，啊，毋过相未来就无一定会准啊。是安怎？因为相过去已经定啊，啊，相未来哪会袂准？是安怎哪会袂准？因为咱有可能会阁做较好，有可能会阁度较济人，有可能改作袂脾气毛病，啊嘛有可能做一寡阁无好，所以。无照命理安尼行，吼、哦，因此哩，伊这个当中心变，就是因为
心念无相像，咱看，咱无看哦，但是伊真正足厉害的呢，真正足厉害的。常咧讲啊，讲门关一当当啊呢，你看迄活啦火机，活啦火机，真无咧用活啦火机拢来吧吼。咱看迄活啦火机啊，迄无偌济。那個
伊一面茫面目山倒啊，水打花谢，讲着人着艰苦啊嘞，因为伊太凶，甲咱讲伊太凶，山倒啊，着讲民心涣散，吼，已经再讲较无希望啊，花谢着讲吼，安尼无啊，青春不在啊，富贵不在啊，着破病嘞，哦，这迄上山倒嘞。但是有一个足有智慧的这个菩萨，伊的这个神啊，丞相来讲，山好山倒就是天下太平，水打就是金牛在天，火烧就是要结果啊！哦，来得了就啦。所以咱若拄着逆境，咱看到这样，咱今仔是讲这是故事呢。就爱有咱咱自心，看到逆境就是咱的正常的。只要把这粒石头打去石头的顶面，唔把石头放伫心中，啊来对家己，然后佫无力，啊来影响其他兄弟姊妹。这是看咱啊，咱心安那想，就安那的结果。所以咱想着，咱头尾啊拢希望，随所自处平安乐。咪是随所处处啦，随所处处拢通变，绝对唔是安尼。咱到底所做的是因果律的爱，天公律的德，哦，这伊无共，因拢共的，哦，一个是正能量，一个是负能量。要天堂，要去天堂，唔是目睭起才去天堂，真着爱修哦，修哪就天堂安尼啊嘿。所以咱佛堂哦。真诶，连咧食饭哦，啊菜瓜，我硬互你，啊你硬我，啊这都有天动啊。啊，若地工吼，就是拢要硬互家己食，吼啊要硬互家己食诶，低消糖啊，都拢食袂着伊。所以一切为心者，心诶力量是不可限量诶。所以普遍内面就讲，这对不起。善知互念，这是金刚经讲的。善知互念，心念不可隔，是普遍安尼讲。哦，啊，两个当做伙讲，善知互念，心念不可隔。咱个会真修的哦，伊会信心不，伊会好好啊去含糊其心，把迄个心安在咱求道迄一天，咱个念凡书，甲咱念一直中央会。拢回归家己呢，回归家己无容易呢。包括业宿，业宿是环球主体啦，吼，环球主体，吼，心量啊，确实是真重要。伊心量了有变作贵，遐贵呢，人是惯个性命运。啊，咱想，心里伊着求心无求物，无能求物无求心，你则调心不调心。有者调心不调心，简单讲，圣人求心无求物，因为因知影因缘处，知影本源对因缘啊。咱想，咧溪头清的流来，一直清的溪头遐呐，拢在放粪扫，落来的水吼，我有看吼，咧分化，竟然用伫山尾流啦，啊流来较早，我早起看讲这水要清。是安那咱像可口可乐啦，原来就是遐咧带污染的，带垃圾物件。安尼像安尼沿路来是咪拢像咖啡安尼啊？咱着看哦，迄甲咱的心同款的，咱的心的力量，咱的心若是袂清净的，哎，真正看啥物拢袂舒适咧。哦，敢若像爱挂一个太阳眼镜，挂乌的看着乌的天的，挂青看着青。所以心里面常对心关注、金关注，直接金关不所以。哦，因为伊个伊许伊爱用功啦，你则调心不调心，因为因知影，关关注心，调调注心，有则哎呀，爱啥物环境我则好心。哦，啊，若拢好心，大家拢心了了啊，有哪无当啊着咱讲？哦，哎。智慧的人，伊是了解的心；啊，无智慧的愚者，就讲啊，爱啥物才合我做，我着爱过一堆一个领导，我才要修。我感觉。
想的，真正时阵老大人来讲，眼泪是烧啊，吼、哦，咱想的到尾啊，回归家己咧，咱要甲送唔定。像囡仔，像囡仔，有时会甲想讲，我爱甲你食饭啦，啊，咱想。我无爱甲你食饭啊，是咪家己要？我无爱甲你读册啊，哦，互我听到一个家长讲，你赶紧甲我医写写，我讲，甲人听着知影，我讲读袂好啊，甲我医写写，还是念功课啊？哦，咱家己想，地价疗伤哦，人伊个原来心活在下岗，毋是讲啥物雕虫自身啊，毋是啥物都爱下我，哦，这。要拢环境拢符合咱哦，困难啊！环境拢要符合咱，真正相当相当的困难。得爱咱伫遮学习，过来咧讲火候，无被影响，不去诚实的做主。这个火候不是讲无代志，讲吼快要上新鲜的咧，无代志，无问题，无压力，无考验，拢无，讲安尼叫做火候，歹势。火候就是讲日头炎炎，啊，佮照常安尼，日头加袂分离呢。哎，唔是讲火候是有代志，互我讲的天啊，我人变了两下，甲佮我分离。若无代志，大家都吼，老师讲若无代志，大家拢总受用。所以面对甚物环境，佮成立甚物存甚物心，得甚物结果，好啊。好啊，比如，讲啊，面对环境也是有，咱的环境也是有，但是咱若是无心的，伊就无考验嘛，敢毋是？吼、哦，但是面对环境，其实无遐歹啦。但是咱若生一个两个心，才偌济啊？意思讲，咱拄着什么环境？咱的心若是安怎，伊的结果、伊的境界，道理也显现。啊，若无环境变袂来，咱会知咱功夫到倒位。所以老师讲，参与中发现真实的自我。若无参与学会啦，无参与吃饭耍看马的时阵读了，哦，哎呦，迄个要安怎安怎，反正会来做，反正要较努的。但是呢，无参与的时阵，有时会感觉。啊，迄个安怎？我阿拢要讲，不过咱囡仔呐，咱囡仔未做着前辈者哦，会感觉讲，哦，迄个爱安怎？凡事咱去做，搁较好，搁较无理想。咱爱重视理性啊！哦，所以这个背后真正是爱呐，立其境才有的印象，苦其心志才有的慧光。那无安尼经历，我比如话讲啊，互我去江苏啦，伊个温度15度、17度啦，啊15度、17度，咱会穿长裤，啊叫一件薄薄的外套，啊即摆衫拢倒来，拜四下12点我倒来，哦暗时12点啊，来咱遮30几度啦，嘿，咱个温差是10几度，嘿人就讲。公共的，无这个环境内，你就唔知讲身体到倒位。啊，无科技怎分互你？大家科技怎无相像？有的人对钱财拢 OK， 哦，啊，不过卖去去甲抢着奖的，抢着奖哦，抢着伊的听着对啦。啊，有的人啥物拢袂要紧，唔茫讲着济，因为每一个人来遮拢在想学问的。啊，嘛是因为安尼来道场，毋是逐个拢开悟啊。但是基本上，旧道是修三世因缘，虽是还袂圆满，就是参悟中，而且叫做切磋不磨，毋是互相折磨。咱会听清楚，逐个而且有缘才会当来同修修行，但是毋茫而且互相折磨，是而且切磋不磨，敬上一盏老。哦，所以讲真正优秀的人，真正伊的这个民智商人哦，就是讲伊的情绪的管理真好的人，伊袂输给情绪，伊的情绪伊控制真好势，伊有法
是心境，不是环境，真正修行道哦，修行道到尾啊，往内反省啊，面对一切因缘，反求自己。其实修行到尾就是安尼，包括阿妈我，阿妈我为人咧，慢慢咱的心就好啊。啊，大家同修，咱嘛因为咧，因为讲。看无无共，无相共，啊，同安尼来放弃修行的路，互我感觉讲，安尼真啊，真啊，真可惜，是安怎讲？因为这无底啊，就是一种真相的，要互咱了解大因的。但是因为安尼无面对一切环境因缘事，无欢迎自己，吼，修行是安尼啊，老师莫怪讲，唔忙伫道场，啊，做行广道，啊，等于自行霸道。哦，这真啊吼，而且互相勉励，因为道无快，老实讲，道理到位，道理咱的心无伤。是安怎人会对咱道场会有一寡声音，还是有一寡意见？就是因为咱做了无够好，吼、哦，咱爱的不够博爱。简单讲，若反省就是安尼嘛，因为修行道若反省，代志才会哪来哪消失。啊！若要求别人，就会哪来哪扩张，会啊做针锋相对。我感受的是安尼啦吼，背后的培养是在自身的内敛啦，内敛的功夫吼，这真正确实真重要。所以修行讲观世音菩萨，观自在。什么叫做观自在？观就讲目睭看的、耳仔听的，拢足自在呢。拢看会话，拢看会好势咧。啊，无人，咱想人，还是师尊人代言人来讲，人有人义，我有我我义，合伊我义，强人仁义，合伊仁义，强人我义，仁义我义，强人天义，合伊天义，自然如意，自信哦。因咱咧，咱想好啊，头拄仔讲，佮详细因个看法都无共。咱伫修学道上咧，教育程度无同，家庭经济无同，啥物拢都无同，生活无同，想法无同，足侪无同。咱讲的就是修书一致，咱讲的就是修书一致啊，吼、哦。啊，且呢，这个我，咱想，咱人啊，那这个我，哦，这个我有足大意。后壁前一堆，后壁我带倒来，一定会受伤着，一定会中标。啊，就搁讲我这个我，哈、哦，怎么一点点头前要欠都欠袂着？我的比喻哦，我的比喻就是讲，若满足我意识相关，往往咱人的痛苦是安怎变快乐？因为自我太强，伊就咧叫自我以为是，就无明诶。所以讲，咱修学道要安怎把刀放伫头前，我家己熟悉，这嘛是诶。看咱诶花号，看咱平素时诶修持，吼，看咱平素诶修持，人甲人之间诶冲突，毋是因为安尼吗？其实，啥物为标准，啥物算得对，其实是来自于咱。如果讲咱经历，佮加上咱了解配合，咱慢慢了解家己啊，就知影讲啊，爱依照着经历脚步来行，才讲合得天意，自然如意。迄是真正的配合。希望只互我伫依住前面差不多。经逼你吃半高十，有些时候烦恼这个花吼，这个考试，这个检验也无过呢。有些讲啊，修行也是听遐话无，拜师也是较轻，我甲门关起来较轻。唔茫安尼想，就是因为安尼，才会咱看出咱的命哦。到尾有时啊，甲家己断了慧根慧命啊吼。我讲这个道理。咱看，这路是我的嘛吼，啊头前路是袂无看的，啊，咱讲柳暗花明又一村，这路安尼头前无看，我
主面前来祷告。希望到咱还袂到欢呼到欢呼到圣地，欢呼地要行到开悟的境界。咱话人还袂行到遐，咱只拢是半中途。但是要坚持落，行到怎样？行几百里的哦，几百里的，一半九十，九十还剩十里。但是安尼讲，迄只一半尔，迄上尾啊，紧要的关头，一定爱坚持。忙到尾啊，伫道场奉献足大片啊，到尾啊，因为一寡小寡问题来影响咱修行的路程，安尼互我感非常非常的可惜。啊，这嘛就是讲火候，火候对咱来讲真重要。吼、哦，爱时间剩三分钟啊吼，过来，欢迎。欢迎就讲要做出来，热心付出，要真正热心，因为敢若知影修行，毋是讲我知影偌济道理呢。修行，就是要讲咱利益偌济兄弟姊妹，这是重点。知影当然是需要，但是呢，其实是咱要安那利益较济兄弟姊妹，比如用心佛道，爱心众生的悲。当初啦，咱伫伊个木瓜户，我拄仔看到这种啊情感个。咱想，迄木瓜安尼排重无？哦，有重。嘿，啊，不过你放来吃，佫较好个时阵哦，等下行个时阵吼，就足甜个。哦，即个真是迄个往事个，迄个苦瓜啦。哦，我拄仔情感讲，伊安尼袂堪一个嘛排重个。啊，咱修行吼，咱修行，佮要想要成就，啊，若讲惊艰苦。学习承担去付出啊！哦，去因为咱了完，所以讲了完，了完才能当功用。唔过咱讲完，咱做代志做完，爱搁回归本位，吼、哦，爱回到天心。其实这就是比有间吼，爱大家三轮体空啊吼，大家三轮体空，爱以佛愿为自己愿，以愿为道愿，修行到呢。咱有一个目标，咱讲要孝顺发愿嘛。啊，发大志哦，有愿力，有愿力才有愿力，有愿力才有愿力，行过三苦道。啊，若无愿力，就无愿力；无愿力，就无愿力，会成愿力。啊，若向公义拢同款，有愿力就没愿力，成愿力，伊拢甲伊无共，因为咱知影。一拉就石头，万拉就船。这船呐、啊，这船若细只，就是讲原细啦。这个原细，啊，毋过呢，这个叶啊，这个叶若大，这是孙子奶奶伊老师的话来讲，船若细，叶若大，这船呢？对不对？但是若船大，压力小，自然就过关，吼、哦，自然就过关。所以咱今仔讲要修行道，要今仔了解生死，真正爱愿力，知影搁爱做嘞，啊无命，后尾要怎改变？啊无要怎了解生死？当咱生命内面，你若啥物都真通，啥物都通往倒位，后尾啊归宿就去倒位，真呐。然后你去学面包师，你一个教你面啊，学起了做面包。你若学做起厝的，大家拢面啊，无咱到尾也知影，有知影怎做。同款哦，修完道，你今仔度人，明仔载去新庄兄弟姊妹，后日去白忙里啊，帮关怀兄弟姊妹，大家拢在做阮婆的三个工课，到尾去倒位，到尾成为求阮菩萨。吼、哦，看咱生命。咱咧学习，看咱用心投入伫倒位，自然就伫遐生机发起了。这是要依咱强面啦吼，因为社会嘛，咱甲你讲吼，坐若无闲是袂起的。啊，但是讲一无烧未了，路无行未到时，无修福无修地成，吼、哦，咱来看这个烟灰啊，吼、哦。
经过伊遮嘞，咱看咱会袂伊，因为伊脚无伫，脚在行，不过伊迄个经过延伸无点动，收音哦，是安怎咱无法当完成，咱的心袂定着，甚至咱的行动无够积极，无够认真呐，所以伫这个当中嘞，互相感受啊。咱要安怎？咱要安怎真爱实实在在吼，实实在在把这个原形原理来淋漓尽致来了，互我意思啊嘛。第一要素不差的，是轮回圈呐。因为真爱爱就是坚持的讲，上天甲咱讲的，上天最后的评功论断，伊一定。盖咱心量完全配合来定心觉，咪在外来福得平安。所以讲，伊这个当中吼，安尼，这五点要贴五个标签，要依随认真个大家参考，共同拍拼，共同努力，来甲咱这个五个德行，盖咱心量完全配合，盖好好啊！希望咱遮个遮无完满个，搁继续精进。来，改做圆满，啊！这嘛，咱希望以后讲真啊，有一天真啊，是吼，是功课圆满，回向灵宝，这样好不好？好。安尼，这咱先无拢有听啦吼，啊，祝咱这个好愿，大家都能成就，希望互我嘛安尼。啊，你这个当中，学习的过程一定有足济不足的，请咱这个咱。兄弟，大出各位前人来滴，甲互我原谅过不足，纠正互我，决定互我，搁再敬上一盏老，祝咱大家身体健康，咱都忙得不上。